好 ，OK， 好，刚才测试一次之后呢，发现还不错哦，所以呢，现在做第二次测试哦。那个现在阿元在测试一个东西，就是我现在现场听不到音乐，但是背景音乐应该是出去的。好，然后呢，现在用影像截取卡截取了那个朋友借我的那个游戏。好，那这个游戏是 HDMI 界面出去的，那出去之后呢，就被我的影像截取卡279元，然后算进来以后，用 Type C 接近我的笔电，然后刚好被画面为证哈。现在画面上这个是 OBS 抓得到，而且我发现 OBS 这边只有一个音讯的时候呢，它会音讯抓背景的声音，也会抓阿元麦克风的声音，这真是斯巴达西哦，赞！好，感谢大家。这 4K 的，我突然想到这 4K 画面，好。